广受好评的金马司法影展将于11月2号到17号在台北、台中、高雄登场。今年金马执委会严选6部好片，包括入围本届金马最佳纪录片的《九枪》，记录苏炳坤冤案的《从那天起我们开始哭泣》，另外还有日本国民女神有村架纯和森田刚主演的《前科者》，勇夺柏林影展最佳剧本与主角奖的《控告小布希》，以及改变美国司法体制的影史电影《梅冈城故事》60周年 4K 数位修复版，都将在今年金马司法影展进行台湾首映。九枪导演蔡崇隆表示，九枪是记录在台越南移工青年阮国飞遭警方执法过当延误送医后身亡的事件，全片凸显死亡事件背后的制度问题，能入选金马司法影展他感到很惊讶。九枪这个片子能够就是金马影展能够入选，而且司法院这边也愿意就是变成司法影展的一部片，我自己是觉得好像我会感觉好像也许它慢慢的可以不那么边缘的这个移工人权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了。从那天起我们开始哭泣导演张明佑当年考试成绩只差一点就可以进入司法体系，但改用影像说故事反而让他更关注社会事件下人的故事，尤其是因为冤狱而受到影响的不只是当事人，还有他身旁的人。张明佑说，想要看一个人如何被过去的事件影响下半生，非常推荐观看《从那天起我们开始哭泣》。司法院长许宗力则特别提到梅冈城故事电影对他的影响，该片描述在美国早年充满种族歧视的社会中，一位白人律师如何为一位遭受冤屈的黑人辩护。尽管是一部悲剧，但也看到这位白人律师如何用身教影响自己的两个小孩，值得影迷观看。许宗力同时期待有更多人以社会不公不义的题材作为创作，并发表成影视作品，相信会为台湾的司法进步带来更大影响力。我们的社会也是一样，有很多不公不义，我们希望说有很多有人文精神的人呢能够去多了解这个社会，那个愿意呢把它写成故事，用这些为作为题材，然后发展成那个这些剧本啊，变成电视剧啊，或者是呢那个电影，我觉得一定是能够启发社会，一定对于整个的我们的法治社会的进步一定会产生非常正面的影响。金马执委会执行长温天祥表示，金马司法影展最有价值的地方在于不单纯只是看电影，而是从电影出发，将电影中的议题做更深入的探讨。期待未来不只是在影展期间，也可以有片商愿意买下版权，让更多人看到这些发人深省的好电影。中国电视记者杨日祥、张昭伦台北采访报道。